给你报道一花絮，导演疯了啊！今天的戏提前完成了，要把后天的戏加上今天拍，连续加了六场，加了六场，现场背词儿。幸好我做好充足准备。这个词儿一会儿一个都记不住，全是这种词儿。因为我没词儿。因为我没词儿。咱把词儿昨天说太多了，昨天说了戒指。昨天说的戒指。昨天我们刚刚把后天的戏、明天的戏都看了。本来想把六月份的戏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六月份的戏，六月份还有戏呢，不是五月底就杀青了吗？别动了，明天杀青行吗？今天现在走，哎，这会儿你杀青，有没有之后的剧本啊？后后浪有没有？弄了六场。后天的戏真太好了，但是我完成的非常漂亮。我第一次见刚哥走一拐角，看剧本。试乘班装修好了之后，我的自荐导演，他叫李大明。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把杀青的戏拿到后面来试一试。你冷静，你冷静，过年是拍你的。对啊，把我杀青的戏也挪到后面来。挪到后面拍。